网络热门养花视频鉴定。每两百颗现在不要钱，现在果子要钱。那边可不用钱，有点黄的，这个土的嘛，我养出去两个，就养活了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面，我给大家伙说哈，不论是什么东西，它就有漏洞。第一，他说什么俄罗斯的什么车厘子，什么黑樱桃坐在那里边，这个不是重点。你看它的售价，10块钱一颗。我负责任的说啊，我先跟你说，桌子上面的是冬青的幼苗，啊，它不可能结车厘子。这个就像一样，你的母猪啊，母猪下个鸡蛋，不可能。然后第二个点，宝贝儿问我是真的吗？我跟您说，这个事儿呢。可能是真的，不是真的你就把他腿打断。怎么个打断法？他桌子上面清楚的写着200颗以上先结果再收钱，不结果不要钱。格局小了，把格局打开，要他300颗，骑个三轮车，你拉着300颗怎么着？他不给你，你就打他腿啊，打断啊，他写的牌牌是那样，对吧？他给了你，你又不用给钱，真不真的又不用用钱，你不就自己鉴定了吗？视频的最后再说一下，你不要相信一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你养花啥的，21世纪了，现在信息网络发达这么快了，怎么还能把你给忽悠瘸了呢？你没事的时候看看赵本山的小品，赵本山老师的小品非常棒，有志于提高智商，占领高地。啊，这老花一养花这张一，也不错，也点个赞，来了。嗨，嘿嘿嘿嘿。